天讲到经体，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啊，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得出来？一定的道理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啊。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愿是种子啊，在此地讲愿是种子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啊，也非常有道理的。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
上一堂跟诸位略略地提过了，本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啊，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啊，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愿就没有了啊。这一生再投身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俗称之为本愿啊。这个意思浅啊，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啊，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念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你们都学过拜法名门啊，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啊。拜法名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啊，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啊。异生性就是用妄性，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啊，叫异生性啊。啊，哪些人是异生性呢？十法界都是异生性啊，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异生心啊。哪些是同生心？同生心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啊。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诸王八识成四智啊，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心啊，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十五的满月啊，如果你会用同生性呢，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啊，都是真正的月光啊，不是假的啊。这个异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成水里面的月亮啊，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异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虽然是月牙啊，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啊，到十行十回向十地慢慢在增，在增加他的光辉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啊。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啊，古德讲啊，
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它也不会动摇。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它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为什么呢？他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的，他是一真心。如果不是一真心，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愿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真心就好比是大地，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啊，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自然就陌生。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越妄是一切都妄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那是假的，假修不是真修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根本是心地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净宗也不例外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的土，不会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通觉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净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也能往生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愿，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
我们再说落实到四象上，这个四象里头有通有别，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是通愿，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信里面的般若跟慈悲。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也发不起来，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面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而发的，我们发愿呢是不是以这个呢？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看不清楚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换一句话说，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说值不值得？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呐。远远不如古代呀，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呐，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的都要说很久了。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这个生态环境不平衡了，没听说过空气污染了环境污染了，没听说过50年前100年前没有
哪有这些名词啊？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忽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我们在古文里面度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哪里像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啊？这么紧张，这么痛苦啊！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啊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是德行啊。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
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悟啊，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得到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哎，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同时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落得做君子，是小人冤枉做了小人啊。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啊？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吗？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啊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就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是愿断。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了，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啊，建立自己的德行啊，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啊敬仰。哎，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得怀疑啊，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为度众生呢，先要事先德相啊。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啊，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现在众生贪心重
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菩萨是先，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啊，要兑现的。啊，现在众生烦恼重啊，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立而道生呢，这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啊。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了，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的。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不乱，不可能的。去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的。现在佛门还在做。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道。我这个是这一生呢，福薄。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进寺庙啊，我进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啊，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了。
譬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节孝道啊，表扬孝道啊，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啊，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十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十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十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十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照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啊。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于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行。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啊，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啊，所谓是六经呢，皆是孝经的注脚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意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印是观察事地而建立，能观察事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信，从信地上建立的啊，这叫本愿的。
那么我们啊，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念啊，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啊，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嘛。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他怎么样修成的？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啊，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这是真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啊。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啊。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不足以为怪呀，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啊！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啊，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啊，他不是凡人。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啊？所以今天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报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啊，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的啊。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
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啊，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你在迷惑颠倒，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啊！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一定要信修才能够见性啊！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参禅得禅定，古报是生四禅天，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这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啊，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坐着走的，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对吧？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通通都念佛啊，虽修止观，不舍念佛。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啊，可是那个直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啊，这是真的啊。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啊。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啊，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
转美是世界上罕见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啊，这个符号的意思啊，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啊，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啊，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个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有数当然就有恒，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啊，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三界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化身吗？啊，化身就是讲的十方三界是一不是二吗？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化身离体，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啊？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啊，不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实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啊，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一般讲，这个目标有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下等进程的目标啊。忠诚的目标是要帮助他
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误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啊，念成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换一句话说，帮助他成佛。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还是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都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从小灌输，从小教导，在他心地，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啊，永远不变的，他能够尽孝，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在此地不能细说啊，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啊。在
佛法里面，三虚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啊，所以世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戒律，啊，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啊，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啊软体啊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代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啊，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了吗？啊，普贤菩萨实践呢？啊，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
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对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啊。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升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啊，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啊。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是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啊。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啊，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啊？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啊！啊，破劳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啊，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啊，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啊！啊，今天社会对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这样就对了。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
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这真正是根本啊。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于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啊，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语言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幽冥是地狱，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是不成佛。悲心到了基础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啊，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啊，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献地狱同类身啊，不献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啊？要修同类行啊，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啊，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 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啊，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也，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啊，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念一个意思，
谦虚卑下，啊，永远在别人下面，啊，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啊，明文礼雅，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自己永远处在下位。这个是幽冥的意思，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通体，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啊，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啊，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之前，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啊，道家，啊，老子尊称为道德经，啊，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啊，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啊，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啊，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这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啊，所以叫做信。那么中国人对这个信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啊，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啊，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啊往外面冒出来，啊，这个是渠，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啊，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啊，越多越有味道，啊，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这个味道很淡，啊，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啊，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啊，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啊，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啊，它可以让你，啊，看个十几遍几十遍，啊，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啊，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啊，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啊，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啊，你能看多少遍？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啊，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啊。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啊，这都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啊，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啊，没看完。啊，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呀，那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一切微妙的善法啊。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了，你的行善了，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呀。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什么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啊，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了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啊，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章句治学。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啊。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啊就很清楚。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啊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摄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贯这个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
河畔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实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刚才讲的用权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它有这个力量。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越深入越浓厚，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它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三千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现在三千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这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观世常法四辈子啊，五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佛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南陀夷。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
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浮轮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深信。浮轮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盛，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那个也很考究的，这个鸾鼻也叫做扶鸡在鸡鼻。他们刻的一个龙头，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用一个小笨鸡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卖的，这些人不认识字，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一点都不潦草，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再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尤其不是固定的人随时找来的，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鸡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机盘一开动的时候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这个是一半个小时一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神这个鸾笔，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以人这个题里头这个朝代是代表时间，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国家建设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它里面的职司也分配的很细，所以这个乙人呢是乙场的负责人，好像这个乙经院他是院长，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参加译经的工作，经译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政府的一个长官，一个市长，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
他看过啊，他看过法部，他盖印，恕他的名，他负责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犯的啊。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啊，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啊，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啊。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啊，不敢称法师啊，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啊，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啊，才有资格翻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这个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啊。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摄刹南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欢喜学习，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是这个，摄刹南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啊，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啊。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啊。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啊。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
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啊，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啊是一桩事情啊。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啊，感发能够升起感发啊，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个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十三品，第一品呢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啊，他在这个世界示现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灭度啊，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啊。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在忉利天住了三个月啊，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啊，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一些公案因缘啊，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发，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啊，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啊，阿难尊者说的啊，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啊，不是传闻啊，亲自听佛所说的。
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莫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有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贺的时候，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之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就算是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他入定了，在定中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世间相常住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现在问题在哪里，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像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念呢越广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他能够回到过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这个意思是
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啊，不能够啊，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呀、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叫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想得到，你的能力呀，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